北京时间8月20号凌晨，西甲首轮再赛三场，埃瓦尔主场1比2不敌维斯卡，塞维利亚客场4比1大胜巴列卡诺，皇马主场2比0完胜赫塔菲。塞维利亚上赛季在欧冠有所突破，击败曼联闯入八强，不过他们未能再进一步，被拜仁挡在半决赛门外。今年夏天他们还被巴萨、罗马双雄挖角，不过他们也引入了一大批实力妖星，这不今天首战妖星就建了功，开场仅15分钟巴斯克斯就抢点破门，塞维利亚1比0领先，随后埃席尔瓦在连错失机会之后爆发，第31分钟埃斯库德罗左路传中，他中路的球晃开防守怒射得手，上半时临结束时塞维利亚右侧角球开出，莫卡多中路一蹭后点席尔瓦再次破门，下半时第79分钟塞维利亚前场精彩配合后，瓦斯科斯斜吊禁区，席尔瓦后排插上将球扫入网窝，巴列卡诺随后由埃姆巴巴扳回一球，最终塞维利亚4比1大胜。皇马主场对阵赫塔菲，主教练洛佩特吉做了部分轮换，莫德里奇、卡塞米罗替补待命，皇马开场就全面压住赫塔菲，贝尔频频威胁赫塔菲大门，第15分钟他接马塞洛精准传中，漂亮的鱼跃冲顶，皮球砸到了横梁之上， C 罗出走尤文，皇马的攻击力怎么安排？早在上个赛季初 C 罗禁赛时皇马就演练过开刀车，第19分钟贝尔左路下底传中，门将索里亚将球打出，卡瓦哈尔机敏的用头球吊门得手，皇马1比0领先，上半时临结束时皇马的开倒车差点再次奏效，可惜拉莫斯的进球被吹先犯规，从夏天的热身赛就可以看出，现在皇马能顶 C 罗的人基本上会是贝尔，果然在被横梁拒绝进球之后，下半时开场不久贝尔接阿森西奥下底横传后点将球怒射入网，皇马2比0锁定胜局，之后阿森西奥还击中门柱，还有次禁区摔倒裁判没有判点球，最终皇马2比0完胜取得开门红。积分榜方面，塞维利亚大胜后凭借更多的进球力压巴萨暂时登顶，巴萨暂列第三，而皇马则是少巴萨一球紧追。射手榜方面，埃席尔瓦成首轮目前为止首个取得帽子戏法的球员，他也一举超过梅西的两粒进球，暂时位列射手榜榜首，看来他有可能成为梅西这个赛季金靴的强劲对手之一，升班马神锋维斯卡梅开二度和梅西并列第二。